今天我们一家人家人们真的都很难受的，没有那么快乐呀。哈比比，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。到了晚上在伊拉克有吃什么呢？有好多好多的，但有一个超级超级有名的叫小日玛。这个有很多人都认识，也有很多人很喜欢的。今天我带你们看一下伊拉克的小日玛味的价格感觉怎么样。哇塞，那边还有很多中国朋友在修路的，你们可不傻样了，这个都是中国朋友做的，现在伊拉克上这样的已经很多很多。在伊拉克准备做什么东西？建医院、建学校、建路桥，各种基建。中国兄弟在做墩铁六局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希望一带一路越来越好，加油，非常有意义，真的。你在伊拉克多久了？两年了、辛苦了，再见。今天我在伊拉克最后一天，我妈妈很难过。今天我也带妈妈去吃小乌日玛啊，马月。Hello。 哦哟，这么多人哇！这个哇，这是羊肉，这是鸡肉啊，太有诗意了，哇！他们准备了两个，好像是这个，如果结束了就可以用这边的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在伊拉克拍视频跟中国有一些不一样，就是拿一个相机，他们会想你为什么要拍我。哦呀，这家餐厅家人们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名，不是一年两年二十年，我真的记得我们小时候，我爸爸妈妈还有大妹，因为小妹这个时候不在了，然后我们一起在这吃。这个叔叔，这个叔叔，我们特别喜欢他。我们来一个鸡肉的，一个牛，一个羊肉的。我妈妈特别难过，今天我大妹小妹最后一天跟他们在一起，最后一天他就要来中国。我来了。王马月啊，王马月，你哥哥是老王的，所以把那个王中国朋友给你保留了，王马月啊。然后爸爸妈妈就他们两个人，他们的资料没有办下来，然后没事没事，8月9月份我们努力让他们过来中国，好不好家人们？你们相信老王能做到吗？应该没，我相信可以。对，来咱们开心啊，一定要开心，来吧来吧。这个特别棒，这个汤是鸡汤，里面有胡萝卜还有鸡胸，然后呢一次一次那种。今天没有人说话，真的。这个不要钱，家人们，不用钱，真的，只要你坐那个桌子上就这样。但是为什么不要钱？你肯定有前面有点好多菜，还可以享受这样的，哪有钱给你掉那种馅饼？这个中国话怎么说呢？等下不下免费的那个馅饼。免费的馅饼。对，馅饼。我妹妹好像知道了这个。这个做的真好，我了个去去！但这个中国朋友应该不会喜欢的，比较酸，酸酸的。嗯，哇，你们看这各种各样的饼子，各种各样的饼子，你们看，这个是伊拉克非常有名的，叫萨木萨木，这个苏里亚的非常厉害的，这个我可喜欢。这个特别。真的吃这些就吃饱了，真的。这个是伊拉克的辣椒，如果重庆人要么成都人在的话一定会大笑，温柔的很，这个鹰嘴豆真的好好香。这是鸡肉的，我真有感觉，我爸爸下手比我还快，我妈妈一点点不想吃的样子。我爸爸跟我一样会吃，你们看，这个是羊的尾巴，这个是羊油烤的，这个是羊肉的，家人们，羊肉，你们看，特别爽快。我了个去，动手呀，妈妈，动手，别来我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这是鸡肉啊，家人们，超级不像样了。它的那个味道怎么样我不知道，但是那个样子，那个样子。
怎么感觉？幸福。好。这是羊肉的。哦，真的很香这个。哦。我好久没有来伊拉克，一路以来都在说伊拉克好多恐惧的话题，我们也离得很远。这一次回来了，家人们，我看到的跟听到的真的不一样。你们知道现在伊拉克几点吗？晚上的10:30，这么多人。我从来伊拉克到现在这段时间，没有一个这个的声音，没有，就是老百姓的脸没有这么快乐，心里给人感觉很压抑，就很难过，但是眼睛非常有希望。这段时间伊拉克的红绿灯，伊拉克的监控，伊拉克的路，伊拉克的学校医院，好多好多都在修，越来越好。我都没想到我能在伊拉克有粉丝。这个地方是不允许有人进来。刚才我跟这个中国朋友，他关注我好久了，然后就给我说伊拉克里面有做学校，有做这个，有做那个，我悄悄的进去。我听到，我感觉特别幸福，希望他们好。今天我们一家人，家人们真的都很难受的，也没有那么快乐，也没怎么吃，就是马月吃的比较多。但没问题，我相信9月份就可以让爸爸妈妈过来。四川，我来了。这个家人们，还有这个，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吃过一次，一定会非常的想念，因为这个味道非常有那种停不下来的感觉，真的。然后今天最后一天，我在这儿但不习惯。这个饭虽然好吃，但是语言文化需要在这儿再待5年才可以慢慢慢慢跟他们在一起。我希望伊拉克越来越好，也希望一带一路越来越好。我以前，我真的，我其实我想对你们说的话太多了，慢慢来，家人们。我看我爸爸妈妈有点不开心，我大妹也一样，然后所以我就去安慰一下。但是我再来一口啊，家人们，我先再来一口，对不起啊。真的，聪明的餐厅一定有秘密，这个味道太有秘密了，真的。这个味道有秘密没？是不是有秘密？有。不想要了，家人们，我跟妈妈爸爸聊聊天。然后刚才我看了这个单子，加起来380，我们吃了那么多，380，你们觉得贵还便宜？给他们打个招呼。开心啊，爱你们，家人们，祝你们平安，祝你们快乐，我们明天再见。在中国见。在中国见。